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好，那本周10月7号的台服更新哈，最主要就是十字系跟卡斯的十字系归真难度第三章要开启的哈。那不知道大家归真难度第二章已经打完了吗？好，那大家记得去打啦。然后我有发影片啊。那如果大家要抄作业，也可以看大师的影片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精选卡斯啊。那我猜，因为写应该是不是下有？我觉得下个礼拜好像有点太快，我觉得应该是两个礼拜后啦，就是等到那个剑邪跟羽烧龙的卡斯结束，再接无邪吧。无邪跟诸葛艾，我猜的。好，那这一周的精选卡池呢是青微刚、风铃声，还有丹音。好，那我相信青微刚呢，应该大家都有了吧？哦，应该大家都有了吧？好，那风铃声，我猜应该大家也有了，丹音可能也好像也蛮多人有了。那以我的情况啦，我自己是有青微刚跟风铃声，所以我是有点想要把丹音拿到手啦。但我会不会很常用单音呢？好像也不太会，不过这是为了以后啦，因为单音的有些招式跟张水流打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那加上我自己也有理由，所以我抽单音是为了我组我的那个阵法的阵容啦。 OK， 那另外一个就是礼包的话，鸿蒙化运箱1690块哦，灵运石四颗十字金。好，这个东西就看大家要不要啦，哦，就看大家要不要抽，要不要去买啦，每轮免换啊，870块，然后购买后再挣210块十字金，好，这都看你们。然后魂石自选箱，我自己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啦，你对我来说，我角色其实慢慢练都是可以打得赢关卡的，都是打得赢的。好，那这个礼拜的资讯就这样子啊，最主要是这个啦。那大家如果有缺风铃声，但是你有青微刚跟单音的人，一定要抽啊，一定要抽，因为你一定会中，一定会中你没有获得的阴灵哦，哦，要不好不好？就是你有青微刚跟单音的话，你风铃声没有，一定要抽哦，一定要抽，拜托各位，一定要抽。好啦，那喜欢我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， 大家拜拜。